不妙，一秒行踪关于歌手是了非凡，好一时骚气恐怕也脱不了身。就是不将不干，请即刻离开游戏，这两秒是连锁鸡排的通勤代价，也是你动真问天了，是只好随即还回金毛。好比暴露普天了，这关键问战略高岗也上失败一番，强劲体力以及凶险之境。好，我操，这是你的奴仆，为虎了，足劲天头霹雳，再华令你小心飘忽不乱，尊严是向下，不生必胜之势。好，敬重旌旗派牛有个机关如转环车，一生接派之势，报以千金恨。镇魂拜魂，一招再变，太上爷随进退，红颜一步，飘花一定兴起，要控制起。阿弥陀佛，游戏就开始了。终于让我吹掉了，刚才那叫暗线。一个客人杀害隐私之人，必须妖气故障，同人之魂将来到八魂见日之刻，就算要对上整个妖气红旗，何必了为隐私里洗刷温困。现在行随精秀回中，就发挥苦尽了结真相，并能专心调查隐私被害之事。太上爷，你看到了，何必不如死的？可是天有不测，可汗最强，可谓熊熊之凶。你想用妖气来，可有这点高手？这，杀人了。真济方式，去找毒风帝。毒风帝，太上也是之闹，人都必死的毒中帝王。将他出手，迎面一毒者，必获其利。只要在伊面前提及毒字，便将毒发之亡，可是令人防不胜防。我即刻告班，何必拨了？叶不公，杨真的功想起一个人，万一已经是一具尸体。因路经温路相助，因前只有金家助力，将是我和小大家关键一步。请手开枪，是你行，你专一再要起，
只要一丝的差错，我必要去高山顶上，失去太空之中，我需要你帮忙回到苦境。正好，改天红街我也需要你转告秦海之战，为民同无民生，如果以往只能天就可以安排送你回苦境，但就将此人通融相生，杨明先生，就发认为尽量确保行踪无漏失。 也是找罪的金家人配合，降低比反背风险，以免倒头来被谁出卖拢也唔知哩。这种危险，可是人生上一次已经太多。此地被大军包围，会中一干反动，速速回航。士兵在我营，已转来撤。 事情有变，速关。在我破心结眼下无从本力，暗行无患之事，一定避免将敌看得失心咯。故意要起了断的时机未到，这都看在顶，你无选择，将军。 神龙，惊鸿回眸，却见一人身手悠悠将来，动物无所遁形，弯心下去，散发着比毒更多的危险迹象。你要你认识我吗？ 你，我穷水苦，你是人都必死，都荒地。哦，哈哈哈！假使你死了两日不治，你应该死两次了。都记住了，都叫东桥，都发心梦。 为不惜团，人都必死。